右下腿的那次拉筋的痛，我看那个病人啊，从长江落海口啊，进来啊，在长江里边走啊，他走的时候观察到那个两岸啊，结实不结实啊？两岸结实不结实？他一路往上走，一路在观察两岸，长江两岸大地啊，安全不安全啊？安全不安全，结实不结实？要把它搞明白啊！他一路走啊，一路上去，一路上去，要看啊，要直走到三峡大坝，因为外星人考虑要把那个三峡大坝把它铲掉，铲掉的时候要保证两岸那个水啊水的安全，然后那个病人啊到了三峡大坝以后，他往回走，从另外方向看过去，两岸看，看两岸结实不结实啊？病人啊正在。检查，正在检查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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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正在检查，啊，检查，检查两岸，啊，好，啊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嗯，哎，知道了，嗯。